我是这次的舞蹈教练徐明浩，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可以把我的团队经验以及男团舞蹈的知识告诉你们。我的感觉就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东西，对，让我感觉不到你们两个人的默契度。因为团体的话，在后面的话可能会看不到你，但是两个人的话会很明显。男团跳舞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注意一下整个团的一个角度，希望每个人的动作都要保持统一。在练习的过程中，可以把自己跳舞的视频这一遍录下来，暂停的同时，你们要确保你们每个人的动作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。整体来说有一些平淡，我希望可以找到你们个人的一个亮点，让别人一下就能记住你的地方。在自我介绍的时候，让我感觉到你们分工很明确，然后也让我能感觉到有一种团队的精神。因为准备开始表演之前，你们有一起喊口号加油，我觉得有那样的一个口号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。我想说一下团队，就是跳舞的时候，刚才不是有做一个技巧类型的动作吗？对，如果说让那个动作更加突出一些的话，我觉得前面的人可以比如说蹲下，或者是突然聚在一起，然后打开的时候然后再出来，那样的话可能会给人更大的惊喜。我真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，然后也希望可以和你们一起成长，加油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